哦，看，看一下哦，从存档那边开始好了。好像玩到哪里啊，有点忘记了。这首歌，把吉他 solo 听完好了，然后再放，听 house 好了。是有点大声啊，那些。想听其他的歌，等我一下下。噔噔。OK， 收好了。我要来看一下，玩到哪里呀、啊？看。音乐会太大声吗？音乐会不会太大声？还是刚好？我把它用小声一点好了。哦，这样子应该就好了。这样会太……对不起，这样会太大声吗？OK， 好，反正我觉得 OK 就好，我觉得 OK 就是 OK。嗨，小屁孩，新年快乐！你今年有没有领很多红包啊？玩到哪里呀、啊？我想一下啊，我是不是要去找那个？靠北也太大声了吧！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哎，不能调。不能调，算了，我放弃了。哟，真的有够大声的哎、欸，好大声哦、喔！怎么会这么大声啊？怎么会这么大声？是只有我觉得很大声吗？是只有我觉得很大声吗？我觉得他声音好大声哦、喔。看一下好了，等我一下哦、喔。真是麻烦，好像很久，好像太久没有开了，就会有点忘记。这样子，声音太大声，你们在跟我说；音乐声太大声，你们在跟我说。我要继续玩了。新春特别节目，玩恐怖游戏。嗨嗨，小蜜蜂，等一下有谁回来了？干，我觉得很恐怖。然后我不能锁门，应该是室友回来了吧？领了500红包就被赶走了，真的假的？怎么可能？少来这招！这边，哦，干！这边我也结束啦。我是哪里还没有？这边我也结束啦，可怕！等一下，还真的有点忘记耶，为什么？等一下。我为什么只剩下手电筒啊？我有点忘记了哎、欸，我在这边干嘛 ？shit， 我忘记我要干嘛了，怎么办？现在是卡关哎、欸，干吓死我了，干死邻居，他整个超级吓到我。我不想再看一次了啦。糟糕，我有点忘记我要干嘛耶！不是假的忘记，我是真的忘记了，怎么办？然后我的物品都没了，奇怪了，我是要干嘛？怎么办？糟糕，像卡关哎！好，出门找东西吃。我也不知道我现在要吃什么。哎、欸，我等一下要吃什么？看室友什么时候回来。我有点忘记我现在要干嘛、欸。这边都已经破完了，我是不是要去哪里呀、啊？
噔噔噔噔噔，这边不能过。为什么？好悲哦！这有东西吗？也没有啊，怎么办？去地下室，现在不知道要去哪里耶。等一下，上面是不是有钥匙啊？还是是我看错？没有啦，糟糕，我有点忘记耶。我现在要干嘛？这边都破完啦。背景音乐有点大声耶，怕。完了，我真的是卡关欸，我现在是要去找谁啊？这边都已经完了，史上最痴呆。现在还可以干嘛？这边都破完啦。觉得可怕，我还有哪里没破吗？我可以出去了吗？夏洛特到底在哪里呢？那是比亚区，欸，这边有亮晶晶的，跳不到，笑屁啊，呵呵呵呵呵呵呵。哇，他搬椅子也超快的。项链盒，这个需要搬回去吗？不用。项链盒要放去哪里啊？哟，吓了我一大跳，是个帅哥呢。可能是之前那个主人吧，隔壁感觉有个门，应该可以通到隔壁耶，因为他刚刚旁边还有一个房子。好吃的樱桃，哪里有好吃的樱桃？我想要吃好吃的樱桃。解谜游戏真的是，这是不是项链盒要拿去哪？真恐怖！啊，这里啦，这里我还没有来过，我都忘记了。以后那边有娃娃，先绕过去好了。哟，刚刚有人在唱歌，闭嘴，闭嘴。拿出来哦。什么？在这个房间里有什么被杀死了？那是什么？你知道吗？我不知道。杀死的是时间。Okay, 时间是，哇，这里是，哦，干你娘，吓我一跳。照片的背面用红色的墨水写着：“红色房间的客人喜欢台球。”哦，他真的很烦。
我每一次都要看一次，是不是？选，真的是，这游戏真的很讨人厌。二楼的客人喜欢音乐，可是我不知道，怕。喜欢飞镖的客人和弹钢琴的客人住上下楼。时间在哪里？哦，这是游戏室哎、欸，这是游戏室哎、欸。哦，这是哦，还有酒哎、欸，一种吧台的感觉，好开心哦。时间。时间，时间，是谁啊？时间，如果能什么拔出来就好了。我不是有球杆吗？你要不要拉出一个人？吓了我一大跳。时钟的钥匙，时钟的钥匙，怎么停了？音乐不能停，看真的很哦，好可怕！嗨，小羊，早安！一来就听到甘霖铃。时钟在哪里啊？时钟的钥匙，我有点忘记时钟在哪哎。早安 ，Sim。哎、欸，我被锁起来了。时钟的钥匙也不在这里 ，so， 这里没有时钟啊，这有声音耶，哦，好恐怖，我一直起鸡皮疙瘩。喜欢飞镖的客人跟弹钢琴的客人住上下楼 ，OK。喜欢红色的房间，红色房间的客人喜欢台球。二楼的客人喜欢音乐，大提琴。可是那个钥匙要拿来干嘛？然后我还不能出去。我被锁起来了哎、欸，然后你还不给我存档点，什么意思啊？我有一个项链盒跟时钟钥匙，然后这边是谜啊，等一下这锁起来是可以开吗？可以耶，柜子打开了，然后呢？粘进去是什么意思？耶，好恐怖哦！哇哦，存档点。好多时钟哦，怕。嗯，先在柜子内壁上还是墙壁上？好可怕哦！停止的钟表每一指指示的时间都不一样，所以是3点、12点、20，跟啊算了，那个不用急吧。我的妈，都是时钟啊！嗯，等一下哦，有一指一天只准确两次，有一天一年中只准确两次，你需要哪个？一天中只准两次，跟一年中只会准确两次，我怎么知道啊？一天中准两次，一年中只会准两次，一天就好了。他没有要给我选，是不是？这会不会这边会不会吓人？啊！哈哈哈！干！
靠背啊，我被吓到。shit 我才刚讲完这个会不会吓人，然后就马上吓我。对不起，你们要耳朵要爆掉了。我要选哪个？这只表一年中只有两次是准的，要拿走吗？一天中只有两次是准的。我不知道有什么差欸，有什么差？我先上去一下好了。我先存个档。什么声音啊？那我先拿一天中准两次的好了。我两个都拿了欸，我两个都拿了会怎样吗？我是一个贪心的小孩，只能拿走一只表，好吧？这该不会是分期吧？分期付款，不要吓我，拜托，干。一天中准确两次，不就是停摆了吗？哪有停摆？为什么？一天中准确两次，哪有停摆？什么意思啊？是智力的问题吗？我怎么听不懂他讲什么？一天中准确两次。一年中准确两次，一年中啊，我懂，不懂，还是不懂算了。一年中准确两次，虽然说有点坏了，不过只慢了一点点而已，没办法，大概时间还在生气呢，不懂。哟，有人。哦，人可怕。嗨，娜娜，嗨，娜娜你好，请你引导大家吧，然后真正的主人就会出现了。我忘记了，糟糕。有那两个，有那两个女生，那四个娃娃，我重新看好。靠北，下楼大跳。二楼的客人喜欢音乐，我忘记他们住哪里了，糟糕。等一下，我拿个笔想一下好了，算了。一楼的人，等一下，我想一下。二楼，红色房间客人喜欢跆拳。红色房间，所以是红色那个人。红色的客人喜欢跆拳，啊？怎么他生气了？红色台，他不是喜欢台球吗？生屁气哦！幸好他没有要我死。喜欢飞镖的客人跟弹钢琴的客人住上下楼。红色房间的客人喜欢台球啊，是紫色那个娃娃哦。然后。二楼的客人喜欢音乐，我有点忘记了欸。住上下楼的，等一下哦。住上下楼，喜欢飞镖的客人跟弹钢琴的客人住上下楼。飞镖跟什么？等一下，飞镖跟什么？弹钢琴住上下楼。他跟他是住一起，哦没有，他跟他是住同一层楼，上下楼，所以有可能是他跟他，是吗？他跟蓝色跟绿色，蓝色跟绿色是住上下楼，二楼是算哪里啊？
这个吗？右上下楼，该不会是他们两个吧？哎，还是他们两个。右上下楼，喜欢飞镖，喜欢飞镖跟钢琴。不是，要不然你是飞镖吗？也不是，全部都猜好了。所以是喜欢音乐的吗？他不是，喜欢飞镖吗？他喜欢飞镖，他的楼上是谁啊？绿色，我想一下哦，不就是紫色吗？不然是蓝色吗？真的是很痛苦。飞镖，喜欢飞镖跟钢琴，那也不是，所以他是竖琴咯。好痛苦哦。喜欢音乐，那也不是，哪里有问题啊？等一下，不然嘞，台球啊，弹钢琴的客人住上下楼，喜欢二楼的客人喜欢音乐，飞镖跟喜欢弹钢琴不就他吗？自己还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。该不会也是飞镖吧？台球，全部猜过一遍，全部都点点点。等一下，为什么可以一直回答？我喜欢的是啊，他是不是要一次一次过啊？喜欢飞镖跟弹钢琴的也不是，他是喜欢台球的啊，然后他喜欢飞镖。他喜欢，我不知道他喜欢什么啊。二楼是算哪里啊？二楼，所以是紫色跟蓝色。他喜欢音乐啊，不就是钢琴，不就是竖琴吗？为什么他点点点？然后他喜欢钢琴。哦，他喜欢竖琴啊。我不懂欸，他们在这什么？这什么意思？哦，我要被他们，我被后面那两个女生气死了。等一下啊！二楼的客人喜欢音乐，二楼住蓝色跟紫色啊。二楼的客人喜欢音乐。红色房间的客人喜欢台球，喜欢飞镖的客人跟弹钢琴的客人住上下楼，所以弹钢琴的客人就住二楼，然后喜欢飞镖的住三楼。他们真的是，他喜欢台球，然后他喜欢什么？他住三楼，所以喜欢什么？我脑袋好痛哦！嗨，小冰安，喝一下茶。我等一下去开一下灯好了。喜欢台球，喜欢二楼的喜欢音乐。然后他是住三楼的，哦，我头好痛。
是喜欢飞镖吗？喜欢飞镖，喜欢飞镖的客人跟弹钢琴的客人住上下楼，绿色的，所以是在指他们两个住上下楼。然后二楼的客人都喜欢音乐，不对啊。可是红色房间的人是喜欢，哦天啊！他也不是喜欢，他到底喜欢什么啊？重新选好了，是不是要有顺序啊？粉红色房间，可是他不是红色房间呐、啊，所以其实他不是喜欢台球吗？他是住，哦，他是住几楼？我忘记了，住二楼的，二楼都喜欢音乐，所以他应该是喜欢钢琴吧。然后绿色房间他喜欢飞镖，然后蓝色房间他应该是喜欢竖琴，好像也不是，不然是钢琴吗？也不是，粉红色是不是都喜欢呐、啊？啊、哦，我要死掉了！啊、哦，怎么办？啊，我不懂哎、欸，我是猜错吗？等一下，我是猜错吗？为什么他们会突然？他是觉得我太笨，他不想要。欸，他怎么突然好了？对啊，绿色的喜欢，紫色喜欢竖琴。哦，我觉得好痛苦哦。这个游戏让我觉得。进去存个档好了。等一下要坐夜车，你说哦，10点多哦，回高雄吗？还是你本来你现在在哪？小兵，你现在在哪？楼上哦，楼上的镜子吗？天哪，那边有一个，不要再。这个游戏有够长，这个游戏有够长。It's party time，就无法返回洋馆了。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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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还有项链盒，不知道在干嘛。为什么不能返回洋馆？可是好像也没有什么事，我先存个档好了。然后我再走去看一下。你要坐夜车去？哎呦，什么地方啊？一定要存档就对。哦，不是，我以为那是存档点。你等等要坐夜车去台北。你们全家人要出去玩哦，是吗？于是女巫说着对王子落下了诅咒。等我一下，等我一下，我去开灯。好开心哎！啊，你们有打算要去哪里吗？台北哪里玩？等一下哦，等我一下。
我刚刚开了一下灯。等下玩完再来聊个天好了。我觉得开灯就有比较好一点。我刚刚觉得超恐怖的，因为刚刚房间全暗，现在已经差不多下山了。这是之前那个故事吗？他红润的脸庞变得苍白，深情的眼睛变成了血红，整齐的牙齿变得又大又尖。即使这样，也不畏惧你的人才是你最忠诚的朋友吧。即使这样，也会爱上你的人才是你一直寻找的真爱吧。哇哦，你不知道，这里不能跑欸。我的天啊，他想要举办豪华的舞会，但他开始对漂亮的银器过敏。没有人想再和共进午餐，因为他需要的只有一种食物，就是血吧。哦，所以他在讲这个族人的故事。变吸血鬼了，从一种孤独变成了另一种孤独。然而现在的王子，就连面对镜子的时候，也一个人影都看不到了。吓我！所以才设置了这些游戏，想把人们困在里面吗？你不知道，你可以问一下啊，讨论一下，没有，不讨论一下，就是期待一下，不很期待吗？终于可以见到房子的主人了吗？夏洛特大人一定已经在里面了吧？你们要坐，你们是要自己开车上去吗？还是坐那个存档点给我。他那个，你们要坐自己开车，还是搭客运啊？还是还有其他的吗？哦，火车应该不太可能吧，因为要坐很久。孤独的王子住在魔法的房子里。现在依旧在世间徘徊。谢谢你，谢谢你来参加我的聚会。不要再离开了，好吗 ？Oh my god！ 他现在要问我不要再离开了，这有点尴尬，因为我不知道那个王子他是好人还是坏人。如果他是好人的话，你说好，他就会说还是不要好了，还是放你走。可是如果你这时候说不行的话，搞不好会激怒他，他就说为什么你不准出去之类的。不知道是我想太多还是怎样，我就很恐怖。不要再离开了好吗？虽然很可怜，但是绝对不行。女巫不是坏人，夏洛特大人也不是坏人。无论如何，我必须离开这里，和夏洛特大人一起。但是我该怎么出去呢？明天开始冷，很期待吗？你说明天？明天开始冷哦，有两个钢琴，叶子是黑色的，我要开始开柜子了。好吧，还是移开好了。为什么明天好恐怖？我的声音。坐客运哦，坐客运大概要坐5个小时吧。晚上，而且现在初二哎，可能会塞车吧。应该啦。哎，对，我超喜欢，之前超喜欢坐，又是暗门吗？我之前超喜欢坐，等一下，存档。这是终点了欸，我那时候很喜欢坐客运回高雄欸，因为这里是好多南瓜。突然觉得好困，怎么办？这是糖果吗？可是不能拿，没有糖果了欸，好奇怪哦。
完了，我要死了。而且客运上面还可以，差不多是时间了吧？而且客运还可以滑手机，因为我以前没有自己的网络，那我就超可怜的，所以我就超级期待坐客运的。好像已经有人到达那里了，游戏这么快就要结束了，真是可惜呢。不过来的人好像很少啊，等了大半夜也，好像只有两个姑娘，其中一位似乎一直怒气冲冲的横冲直撞。不知道他们能打破诅咒吗？哇，王子其实是人很好就对了。走吧，我们也该去露个面了。好的，当然。哇，不管你是谁，我知道你在里面，给我开门。怎么会？难道有人走到这里了？这里是……哇，他超级生气，把我的阿美利亚还给我。明天台北会开始期待什么？这是什么问答吗？哦，你说开始期待台北吗？你就尽量吃，尽量玩啊，然后狂拍照这样子。这位小姐，你走错路了吧？这里不是游戏区域哦。谁知道你们搞的什么鬼？阿梅利亚是个路痴，这么大的房子，还有那些恶趣味的器官，她是绝对受不了的。别担心你也应该注意到了吧？这里所有吓人的东西都是万圣节装饰而已，对人类来说是完全无害的。所以阿梅利亚小姐一定不要紧的。坐客运一路睡塞车不关我的事，是没错啊。可是，反正夜车，可是司机先生很辛苦啊。好啦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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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小兵，时间差不多了，拜拜。不是普通的人类，为什么？好不容易我才……他在这种充满魔法的环境里待太久的话，绝对会坏掉的。他不是普通的人类，那不然他是谁啊？哪里呀？我需要哦，直接出去就对了。这是哪里呀？这路在哪？Shit. 史上最麻烦。哇！哦，他快被超度了。他好像是在堆南瓜的仓库里睡着了，似乎真的很累了。那个仓库明明应该锁好的，不知道怎么回事，他到这里之后没有等着我们，却跑到那种地方，怪不得没找到他。狂睡，其实他是南瓜人吧？好可爱哦！他睡这是 happy ending 吗？感觉蛮是一个很可爱的游戏。非常的尴尬。希望你们还玩得开心。这所房间里到处都是番茄的味道，我都快发疯了。哦，原来那是番茄的味道，不是血。好可爱的游戏哦，太可爱了吧！这游戏好可爱哦。怪物的世界可真严酷。为什么我生活在怪物的世界里啊？为什么我遇见都是怪物啊？今后也一直都是一只怪物吧？这是普通的怪物，普通的 ending。对，我有什么东西还没有？通关次数一个。对，我是不是有什么还没有那个好啊？那个项链没有
没有那个哎，项链没有说那个要怎么办？我想一下，项链，等一下再破一次好了。幸好我有把它存着。对啊，你看这个，哦，这个鬼我有看到。还有 extra，看一下有什么东西。哇，啊，我变得好可爱，我的天哪！啊，这是就是那个吧，那叫什么？上锁的箱子。播放音乐。相册，还有二周目哦，所以我要再玩一次吗？没了，我后面都没有收集到。好吧，死亡结局，九个死亡结局。厨房的谜语，如果回答南瓜哦，会死掉，所以我已经用过了。回答他不爱你的话也会死。哇，我回答他爱你，糟糕。未能在计时把红酒送到餐厅，被黑色的封面的书追到，在脚架上停留超过2秒，幸好我没有，吓死人了。断头台的推理回答错误的话，给兔子错误的钟表，哎，我这个我也解到了。把红鞋作为礼物，我也解到了。达成真结局，我刚刚是普通结局，游戏通关，通关后隐藏房间开启。真结局中，根据选择的不同，剧情跟 C 区会有变化。终点的房间选择好的，啊，在终点的房间里选择好的，并在计时停止之前触发剧情，则进入真结局，否则进入普通结局。啊，选择好的。刚刚在寻找阿梅利亚时，在三楼走廊做出不同的选择，则会影响到结局跟 C 区。在终点的房间选择不行，并夏洛特在计时之内赶到终点，进入普通结局。什么叫不行呢？我刚刚没有选择不行或是好的啊。啊，我想到了哦，他说那你可以永远留下来吗？我想到了，好，我等一下来破破看好了。隐藏内容，达成真结局后，二周目开启新服装，好可爱哦。50袋糖果，相册收集需要完成真结局的2个分支跟二周目，太累了吧，史上最累。哇，那我等一下去破一下好了。嗨，企鹅早安。我刚刚是在这里吧？我靠，靠呗！我把它覆盖过去了吗？等一下。靠，等一下，我把它覆盖过去了。这是在哪里啊？不要闹了，这是在这里。哦，没有，这是在……哦，没事。呵呵，等一下好了，我觉得还是有点怪怪的，因为我身上还有项链盒。可是项链盒要拿给谁啊？项链盒要拿给谁？这里都没有东西啦。嗨，如如回来了，早安，你睡醒了？哎，不，看错人。那这鬼鬼超可爱的。刚刚挂着 ，OK。项链盒要拿给谁啊？我的天哪！项链盒，旧照片。
知道吗？都没有东西啊！哎呦，可能是真结局的吧。如果如此相信着，不想管了，我要上去了。回答，回答不行，回答是。这边看过了，我就跳过了。可怜的人，但是我该怎么出去呢？先不要存档好，不然我会忘记。法力明天就要开学，对啊。OK， 又是一个暗门。走喽。糖果不能拿吗？好想拿哦！嗨，凌云安安。真结局，请给我真结局。可是坏结局要怎么破啊？整天都觉得很，都觉得肚子很痛，感觉好好玩。普通的，他不是普通的人类，我不知道为什么。这边有东西吗？哦，没有，好吧。怎么突然？干！怎么只剩下这几秒？等一下，为什么？为什么他在这边？他不在那里。之前不是说有在那里吗？进去看看，下楼去找。哇！要不要旁边放你吃泡面哦 ？OK 的，你还记得我吗？你还记得你自己的名字吗？我好，鬼怪出没的万圣之夜，充满恐惧和尖叫的冒险，最后是浪漫的 happy ending。呵呵呵呵，光三小。
谢谢你们参加了这个没有人愿意来的聚会，已经期待了很久了。却只能吃番茄，呵呵呵，好可爱哦。70年前，原本是个王子，当时很年轻，恋爱也有点不顺利。于是有个伯爵夫人说要在舞会上让我认识一个可爱的女孩子，结果那个姑娘没有来，大概根本不喜欢我吧。有些人只喜欢王子的称号，有些人却因此根本不愿意认识我。看到我很沮丧的样子，伯爵夫人她说有办法帮助我，我答应请她帮忙，但没想到她竟然是个女巫，然后就把我变成了这样，还说什么总有一天会遇到愿意理解你的人啊，谁会愿意接近怪物啊。这下子连假装喜欢我的人都没有了，这故事太悲了吧！我懂，大概就是边缘人的感觉。哇，快哭了！这故事好可怜。就这样过去了70年，你们是第一次登门拜访的客人。那在一起了吗？在一起，在一起，在一起，在一起。那个，我有个祖母，我特别喜欢捉弄年轻的男孩子来着。哇！奶奶，你找我有什么事吗？小夏洛特，你来啦！明天要不要去约会呀？有个王子殿下的舞会哦，不要。就像故事里的那样，你会很喜欢吧？不要。但是那是个很好的孩子哦，不要。约会什么的，人家才不想去呢。哇，他们家也太美了吧！总之就是不要。那我一个人去了游，要是错过什么有趣的事情，我可不管波浪服。第二天我问奶奶那个舞会怎么样，她说那个王子好像有点低落。很豪华的舞会哦，大家都玩得很开心。不过夏洛特没有赴约，好像有点伤王子殿下的心呢。真是不忍心看见年轻人伤心，所以我也稍微帮他了一把。喜欢吃番茄，哇哦，奶奶，哇，哇哭哭，这游戏好可爱哦。虽然有这中间其实蛮恐怖的，因为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。True end， 哦，就这样子没了。OK。OK， 还要祖母吗？我二二看，但是如果我觉得还要跑很久就算了，我不知道二周会发生什么事情。喝番茄汁哦，所以他们两个本来就是那个，懂了。哦，我喜欢这个图案，我觉得好可爱哦。好，来吧，看一下有没有什么其他的。哎，多了人呢，你看看，好酷哦。这里为什么他突然生气？对啊，为什么？关于女巫消灭了。安德利亚姐姐，哇，多了人耶，好酷哦。理查德是谁啊？
查理是狗狗。哇，狗狗，那是你的名字哦。玛丽琳夫人把这栋房子送给了他，找到真爱，成功求婚。约翰可以吗？哇，那我来问问看，约翰可以吗？欸，作为人类去死，不能再选了吗？不能再选了吗？我本来想说要选我自己耶。好吧，这只眼睛受过伤，当然摘下来没有什么问题。会不会？哇，长得就是一般哦，这是哈士奇吧？好可爱哦！打扫、做菜、外出购物，好酷哦，可爱。以后我被我自己手机吓到，这游戏也太可爱了吧！那二周目玩一下，大量使用了大量的番茄酱，解锁了他的隐藏服装。我看一下，哼，啊，好可爱哦！真的要重玩欸，好可爱哦，真的好可爱，他的衣服好可爱哦。啊，31号了，我又按成10月10号。完了，我们要玩超级久欸，来聊天好了。超级久的游戏，欸，他们走路超慢的，我们走路真的是超慢的，是乌龟吗？你喜欢这件衣服吗？作为哦，他哦，我懂了，他本来是南瓜，后来变成了人类，所以他其实是一颗南瓜，好可爱哦。噔噔噔噔噔。来玩玩看好了 ，OK 啦，都已经二周目，这不用讲了，超凶，赶快走快一点，走快一点。我还有哪里的糖果没有拿到啊？我不太确定我有没有。哇，他连那个 CG 都有改耶，好酷哦！本来我是一颗南瓜，好细微的那个，等一下，他还是没有，我还是没有破到，为什么那个项链？我还是没有破到项链的事哎，今晚。一场游戏一场梦，我好像没有什么力气想要再重新解一次了。觉得累。怎么办？二周目有什么哪里不一样的？还是就只有？全部都要重玩呢，我觉得好痛苦哦，怎么办？我的天哪，我觉得好痛苦，救命啊！嗨，
早9点勤务，10点就可以回来，4点下班。哇，好酷哦！欸，我可以放弃吗？我可以放弃游戏吗？超废。明天的课是什么时候的啊？是下午？欸，是中午11点欸。那这样势必又要在外面吃午餐了，我不想这样子，还要花钱，我已经快要穷死了。上锁的房间。游戏通关坏结局。哦，任意一个。通关后隐藏房间开启。哈，隐藏房间。哦，是这个隐藏房间吗？真结局。我这已经用完了。等一下，坏结局哦。啊，那我去用，我去破个坏结局好了。二周目开启新房间，有这个有了，50袋糖果跟20个装饰木桶，全部打破的话可以开启隐藏房间的宝箱。真结局的2个分支跟二周目真结局。会客室仔细检查的话，那我去破一个坏结局好了。看一下坏结局在哪，应该是这个吧，有点忘记。那我就不要，我就走慢一点。这是去哪里啊？我是没有路，我故意不要走完。如果有人想要称赞我一下的话，我第一次走这迷宫就走出去了。如果有人想要称赞我的话，跟你们讲一下，终点的房间是我不知道，我要故意不要进去里面。弟弟去吃豆花，不知道一心有没有开。到底是他的秒数给的好足够，我都不知道怎么办，在这边停着好了。自主放假不行啦，开学第一天，我不是这种人，而且全部都是几乎都是新的课。时间没了欸，他怎么还没有结局？哦，时间没了，可是我还是要过去，是不是？出了问题也是因为你横冲直撞破坏了相当一些机关吧？你说什么？而且要是你那么关心他，根本就不会丢下他吧？说到底，你只是在乎自己而已。我猜猜，阿梅莉亚是你唯一的朋友，是某个可怜被你控制的小姑娘，把人类当作玩偶一样，因为拥有魔力就随便去恶作剧。女巫这种生物真是最差劲的。可恶，是你害了我的阿梅莉亚。根本轮不到你对我说教，他妈大打出手了。这是什么奇怪的声音啊？好恐怖哦，怕。Bad end， 独自一人啊。好啦，那我3个结局都破完了。耶，按 shift 可以快进。哦，
十袋糖果，我只差十袋而已，可恶，差十袋就破完了。可是我是哪里没拿到糖果啊？后天放两天，再回来上一天，然后又放两天，超难排班。小屁还称赞，好谢谢喽。同学，第一个礼拜不点名，难道你忘了吗？这里又跟那不一样，哎，这是隐藏的，哎，这里又跟台湾不一样。第一个礼拜不点名是因为有选课啊，啊，那我就玩完了。那我们这边没有选课，所以，就是这样子。我觉得他们是有点就是你去学校就是学习，就是得到知识，所以你想要听什么课，如果你可以去上的，你基本上都可以旁听。所以就也没有特别选课或是算学分之类的。嗨，追追，晚安，新年快乐。我先把这个关掉好了。我觉得游戏还蛮好玩的，还蛮好玩的耶。我等一下改一下标题好了，因为我其实不知道今天我会把三个结局都破完，然后所以我没有就是把话打得很满。我本来是打说把 trick and treat 破完，可是后来想说不行，万一破完的话，那代表万一他有5个结局的话，我一定会玩到生气，所以我只有打继续玩 trick and treat。我爸爸也很常就是春节啊或者什么时候没办法放，或者是就是要上班，或是有什么节日他没办法回来，所以他这次能过年，我觉得还蛮就是还蛮奇特的，可以这样讲，还蛮奇特的。刚刚那个背景音乐有吓到我，也被吓到了。即使是 bad end， 感觉也没有到很恐怖欸，只是中间玩的时候，因为中间我就以为是吸血鬼，然后所以是就是有点不好的取向。我不知道这只是一个就是万圣节的游戏，我都觉得很恐怖。第一个礼拜点名我也不会出现。第一个礼拜我通常会去上课，因为老师会讲说他评分的标准，然后就只要不要踩到老师的地雷就好了。我是说就是通识课或者是选那种选修我会去，因为不过有些老师他出缺席很，他的出席率很，就是很重出席的话，那就一定要去啊。如果是有些老师他出席觉得就是抽点，然后要重成绩，重那种报告的话，那我可能就会选择性去一下。因为有些课就是其实就还好，有些学校的校必修就很麻烦，就没有什么兴趣，可是你还是得修。哇，要去站高层仔。睡到8点再起来尿尿再睡。对，我明天这样子要几点起床啊？我今天一定要实施2点前睡计划，严格实施，真是的。11点10分，那如果算1个小时的话，10点10分，9点10分，好，九点起来，九点起床，等一下再调闹钟好了。我去上一下厕所。
今天是下午5点睡了，一度觉得要死掉，笑你。3点睡计划，真的，大家一起来。你们3点睡，大概是几点啊？想一下，10点，超夸张，因为他不是今天要回娘家吗？然后他就嗷嗷直接，哎，不对啊。哦，你后来就没有睡，是不是？早上10点之后你就没有睡了？靠，好强哦，合金肝。同学站一天，初四初五2天，学长都要站。无聊的一天，真的，真是忍一下，都是就是这样子熬过来的，这样子熬一熬的。我是不是有买 Garry's Mod？有啊，我有买啊。期待，现在要干嘛？现在这个游戏玩完了，真是开心，真是开心。其实还有另外一个游戏，Missing Translation，之后再玩好了，之后再玩，不然我怕我没东西玩，我一定会哭。开始，从今以后就是1个月只开一次台。哦，明天要开学，我的美好假期。唉，美好假期，要开始就是上课了。真是的，最近希望赶快春天，赶快雪融一融，这样子才可以去跑步。不然我觉得我看到那个地上都是冰，我觉得跑一跑真的是会滑，真的是会滑倒，然后撞到头，然后变笨蛋。我要死掉，你还可以这么高兴难过？我没有说你要死掉啊，我是觉得你很强。嗨，比利安格，好久没有看到你翻译圈了，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，除了回娘家快乐，你今天回娘家快乐吗？玩新游戏现在吗？没有啦，没有要玩新游戏，因为我觉得差不多要关了。而且前阵子都没有开，没关系，好久不见。没游戏你要变尴尬台了，超尴尬的，不行，我现在要努力，就是随便想到可以聊什么，就我要就是练习。脑袋塞很多的屁话，就是塞很多废话。跟如如玩狙嘛，现在吗？没有啊，现在我因为我可能开个一下聊一下，我等一下就要关了。现在没有很想玩狙嘛，仔仔不跑步的。会啊，仔仔会宅在家里跑步。我忘记我刚刚讲什么哦，因为我的课表跟上学期就不太一样，因为上学期很刚好的是课都集中在一二三，然后四五六日就是放假，所以我之前才可以就是只开就是星期一、星期二不开台。可是现在就有点麻烦，因为我现在课表很奇怪，就可能上星期一，然后休一天，然后星期三、星期四上课，星期五放假，然后星期六再上课。唉，就是很奇怪的课表。
而且都上到很晚哎，不懂为什么。我看一下我是不是写错了啊？我好像把我的课表写错了，我重新看一下。为什么现在 Google 不会出现那个啊？是我的 Google 坏掉吗？正常来讲不是应该要有？靠呗，好奇怪啊，我的 Google 是坏掉吗？我的 Google Chrome 有点怪怪的，它不让我按 email 了，所以我现在就在想，就是下礼拜开学，下礼拜新的一个学期，要看一下我什么时候有空，什么时候有时间可以开台。等一下，认真。哦，我看错了，下午一点的课，通常都上到下午一点，顶多上到五点。哦，我真的是要疯了。新的一年我时间要重新规划了，算了，好像看起来没有什么在规划。好烦哦，真讨厌哎。我看我要把我的那个介绍改成我不知道我什么时候开台，不要问我怎么会知道。还没回娘家，是哦，还没回娘家，有打算要回娘家吗？今天一定要早睡，真的今天一定要早睡。而且我没有买牛奶欸，我在想要不要请室友帮我买回来，因为我懒得换衣服。我问问看好了，赶快问他，问一下，他会觉得我很废啊。哎，亲爱的室友。什么时候会回来波浪服？不然就是不回娘家，回天国了。靠呗，真的哟，真的要早睡。而且我觉得你这样子的话，你大概10点、11点就要睡了。我是说台湾时间最好。嗨，小帅哥，新年快乐！今天回过娘家了吗？对啊，星期一要上课，他们很常就是会有他们的课表，就是从星期一到星期六。但是美术系的学生应该是没有课表这种东西啦。我是说他们应该是不会就是空堂就会回家，我觉得他们应该都是住在学校的。好恐怖，超恐怖的。早上第一堂课看到他们在那边画画，然后要回家的时候还是看到他们在那边画画，真的超辛苦的。可他们很强欸，每个人都还是玩妆的来上课，我觉得很强。Hi Sim， 新年快乐！今天回过娘家了吗？刚刚一直腹泻，好痛哦，好痛苦哦。看一下，这样子会很丑吗？不会啊。不会很丑，打成很丑，可恶！很多人随便拍，
玛丽要回娘家吗？我没有娘家啊，我没有所谓的娘家。你是说回妈妈那边吗？以前会耶，以前会就是聚餐，大家都会回去那边聚餐，吃个 buffet 之类的，所以我超喜欢去的，因为有东西可以吃，最喜欢吃东西的。工具室友哪有啊？人家是人好，好不好？而且刚好在外面嘛，就帮我瞒一下，就在楼下而已。对，就在楼下，懒得穿衣服，懒得换衣服啊，不是穿衣服。哎，你知道在这边出门不是套个外套就可以出去的那一种哎？你要出门的话，因为我现在是穿短裤跟短袖，你要先穿一件。再套一件长袖，然后要把你的裤子脱掉换成长裤，然后我不知道今天有多冷，反正你里面可能还要再搭一个内搭之类的，然后你要穿袜子，之后出门的时候你要穿就是你的外套，然后还要戴围巾，嗯，很麻烦呢，真的很麻烦。现在已经11点，哎，对耶，台湾现在时间已经11点了，不然你可以等到我这边时间11点，又是一个熬夜，那你就现在去睡啊，就是，不然就等，就是之后12点的时候去睡啊。昨天晚上喝了4杯红酒，2杯白酒，1小杯威士忌，今天很痛苦，为什么？因为没有酒喝嘛，昨天喝得那么开心，结果今天没有酒喝，所以很痛苦嘛。腹泻据说是新年症候群，急诊排行第二，好好笑。资料来源应该是新闻。为什么？是吃太多吗？吃太多是太油大鱼大肉吗？唉，那我的肚子真的还蛮适合过节的，因为我大吃都不会这样子。懒得回娘家，真的假的？所以你们家没有回娘家吗？还是你只是单纯不想要跟不想要懒不是不想要懒得回去而已？小蜜蜂喝太多了吧？还好啦，以小蜜蜂的酒量来讲，这还好吧？小师弟，你明明吃很少，可是腹泻，那一定就是你吃太少了。歪理。啊，企鹅，你刚睡醒，看废物，你现在睡醒，然后你怎么可能凌晨3点就会睡得着啊？你应该下午5点就不要睡啦，就一直撑到晚上9点的时候直接躺平。这样子不错吧？不愧是酒鬼卡莉娜，看痛苦的点跟其他人果然不同。什么东西？看痛苦的点跟别人不同？什么痛苦的点？哦，我想起来了，你是说 BTW 的痛苦的点吗？我是这样觉得啦，我觉得 BTW 应该也是这样觉得吧。像有时候我很常都会这样子觉得，星期五的时候吧，我星期五喝了一瓶啤酒，就是艾尔。可是我同学，因为我会 po 文，我会 po 在我的 Instagram 上面，然后我的俄国朋友竟然在下面回说，他就说，哎。然后说，又是一瓶很烂的
俄罗斯啤酒。然后我就觉得你怎么可以这样讲？因为我自己是觉得喝起来很，就是我自己觉得很喜欢。然后，因为他不是说，等一下音乐会不会有点大声？我看一下。因为他不是说又是一瓶不好喝的，或者是一瓶就是很普通的，他是说一瓶很烂的，就是不好的酒。然后我就觉得，就是，可是我自己觉得很喜欢，就是我觉得很不错。然后我就觉得，因为他直接这样讲，虽然他是写俄文，其他人看不懂，我就觉得说，就是有些人喜欢，有些人不喜欢啊，就像。就是我自己，因为可能我不太了解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分出好酒跟坏酒。可是对我来讲的坏酒，应该是那种就是可能有掺其他不应该出现在啤酒里面的东西，这种酒叫做烂酒，就是不好的酒，或者是会对身体不健康的。讲酒，然后对身体不健康，应该讲反正就是不应该加进啤酒里面的那种酒才叫做就是不好的酒。然后他讲那一句话，我就有点就是有点难过，就觉得就是每个人都喜好都不同啊。然后就是我觉得好喝的酒，然后你都觉得很烂，不是不好喝，都觉得很烂。因为我之前有说我喜欢可伦堡1664的白啤，一般啤酒我觉得很还好，就还好，不是我的菜，但是说不定也有人喜欢，但是我觉得很还好。但是我觉得白啤真的很好喝。然后他也就说，就是你怎么就是喝那种酒啊之类的。然后我们好不容易有一个共通的啤酒，就是那一瓶那个突然忘记了。Oh my god， 我忘记他的名字了，豪格登。然后我就说，豪格登很好喝。然后他就说，就跟你讲过了啊。可是他完全没有跟我讲过他有喝豪格登，他就说跟你讲过啦，豪格登很好喝什么之类的。然后说他说什么我都喝那瓶那种酒这样子。可是豪格登也是，就也是很一般的，就是市面上可以买得到的酒啊，而且台湾也可以买得到，反正就是。觉得他这样子讲话让我觉得有点受伤，这样子，哎，你也不想回去，你说回娘家吗？为什么？是因为没有东西吃吗？你超喜欢回娘家的，因为聚餐有很多东西吃，然后，而且因为我的好朋友，我的其中一个好朋友其实是算我的表姐。所以就，就是回娘家的时候可以遇到他。只有你腹泻哦，好，个人问题。下午没睡，你就是30小时没睡了，这样子很开心啊，这样子比开台30小时还厉害。你下午理智线都断了，为什么？你为什么理智线断了？发生什么事了？该不会是有人跑来叫你叔叔吧？你是还有威士忌？那继续喝啊，这样子很开心欸，你就小酌小酌，等一下就躺平啦。烂酒，红标威士忌。反正我自己很不好意思，可是就我自己是觉得就我也不知道，我可以理解有些酒就是它的原料，它的原料就是它使用的原物料的品质就是有差，所以它出来的酒当然就有差。只是我觉得再怎么烂也不会，就是只能说就是这个酒就是可能喝起来没有那么好或什么之类的。但是我不知道你讲一个
烂的啤酒，就是那种感觉，就有点像是他喝了台啤，然后就说又是一个台湾烂啤酒，是一样的道理。好，我承认可能台啤很便宜或什么之类，可是你知道大家都在喝，然后就我个人观感问题啊，你也知道，这里面也知道我玻璃心，我是盖玻片心，所以就比较容易碎啊。你说生理期吗？不会欸，我觉得，我不知道，我觉得这个在这边讲有点怪怪的。就我自己会看时间喝啊，我不会就是很常喝，而且因为我喝的酒也不是很冰冷的，因为它不像台啤那种啤酒生，就是你要就是。很低温，很低温，就可能刚从冰箱拿出来会比较好喝，因为我都是喝艾尔酒，就是你稍稍大概十几度就喝起来反而会比较好喝，太冰的话反而就还好。不过自从来俄罗斯之后，我冰冷的东西也很少喝了，因为毕竟会冷。所以几乎都是喝就是热的，我觉得这好像就是对身体比较好，因为毕竟在台湾因为很热，然后就只好喝就是比较冰凉的。有一阵子我想要就是觉得还是不要喝就是太冰太冷的，所以其实我后来也不太常碰。冰水或是冷，我会喝冷水啊，是冷的，但是我不会喝冰的，就是还要加冰块什么的。我发现就是如果刷完牙之后喝那个喝水的话，嘴巴就会凉凉的，然后就会感觉好像自己在喝冰水，但其实不是。我后来刷完牙都超喜欢喝水的。真的要说的话，冰冷的东西本来就对身体不太好。别的女生可以喝冰的东西。真要说的话，我这个人就对世界不太好，干 嘛这样子？羡慕卡莉，为什么要羡慕我？伏特加啦，伏特加，好久没有喝伏特加了欸，没有钱买酒，能喝酒的人。经济状况都不错吧，羡慕。什么叫烂酒？我都觉得不错啊。什么叫烂酒？我觉得只要有叫，我觉得名称只要有酒了，应该都不错喝吧。那种感觉。嗨，娜娜，娜娜，新年快乐，回娘家开心吗？生完小孩才会好起来，赶快生一个。为什么生完小孩会好起来？吃 Airwaves 喝水，我有想过欸，可是你还要买 Airwaves 不是吗？你刷牙你就是你可以刷完牙，然后又可以喝水。刷牙是必须啊，可是吃 Airwaves 不是必须啊，对不对？开心。这是什么东西呀、啊？太好笑了吧！我刚看到愚公传的 GIF，那是这感觉那真的是屁耶、欸，超恶的。学
学长，请问卡莉现在在开台吗？到底哪里看不出来？到底哪里看不出来？还是他没有接收到通知啊？生小孩女生的体质可以重新调整哦，真的哦，酷哦。不过我觉得我的身体要调，就是应该要调很久。就是我觉得我应该要就是整个人生都在调啦，整个人生从一出生就开始养生，坐月子很重要，想到就痛。以下开放报名函子，还我今天一直讲错话，我的天啊，好烦哦。孩子的干爹，什么啊？娜娜说还行，觉得当边缘人比较爽。边缘人真的是完全被人家遗忘那一种。如果今天我没有跟你们认识，或是今天没有开台的话，我大概就是边缘人，然后就一个人躺在床上看完所有的电影吧。我今天高年级实习生还没有看完，我看到一半，然后我觉得好好看哦。昨天看完《天菜大厨》，觉得还好。就我觉得好像有些地方有点，就是没有很，就我觉得有些片段就是有点太粗糙的处理，但是整个画面很好看啊，只是我觉得剧情上面就有点好像有个什么地方漏掉了，然后就会让你觉得啊，怎么这样子就没了，或是啊，怎么这样子就这样了。婚生子女，哇哦！我最乐于助人。啊，扶强扶弱是我人生的目标。我每周还会扶老太太过马路。你是把老太太就是打在地上，然后之后再说太太那个什么阿婆需要我扶你过马路吗？然后明人家其实就可以自己，人家明就可以自己过马路，然后还硬要就是拉着人家走，我陪你，我扶你过马路。你想去北海道的函馆？哦，真的假的？我之前去北海道，可是因为时间太短了，我们本来也是我们，而且我们去的时间太，就是才12月，不然我爸想要去那个，他想要去看溜冰，可惜他想去往走。后来就想说，算了，因为看不到，因为我们十二月就去了，那时候根本就没有。出门找宵夜吃好了，顺便买些啤酒回家继续喝。哇，好幸福哦！宵夜配啤酒，我真的很想吃盐酥鸡，我觉得我快中毒了，好痛苦，真的好想吃。我真的很想吃，就是吃起来脆脆的东西。让我吃一口就好了，不对，让我吃一袋，请让我吃一袋。几百年没有吃到盐酥鸡这种东西了，哦，好痛苦啊！酒量真的很差，要来找回之前的酒量了。
为什么我的感觉我的笔电有点脏脏的？身体要紧，对啊，练酒量同时还是要那个顾一下身体。卡莉现在症状就跟当兵一样，你说我现在当兵吗？一放假就跑去吃炸物，我超想吃的，我真的很想吃，我真的很想吃。我觉得我现在全身无力，然后吃东西只是为了果腹而已，完全没有热情。唉，自己炸很麻烦，自己炸真的很麻烦，而且炸出来又没有像盐酥鸡，就是真正的盐酥鸡那么好吃。然后又有热量，所以我还不如，我觉得我还是忍一下，等我回台湾再吃好了。然后这段时间就一直不停的改，不停的乱叫，真的很想吃。因为如果要自己炸的话，需要用到很多油，然后因为又不是开店，所以你炸完一次之后，除非还要炸其他的东西，可是那个量又很多。然后我们又只有两个女生，根本就没办法吃那么多炸物。所以就说那个油你就要倒掉，就很浪费。玻璃脆脆的，不知道好不好吃，你试试看啊。炸玻璃心，是有没有回来哦？他明天早上才回来。什么东西？他是谁？是什么？需要鸡跟鱿鱼头。我需要吃 Olen，我需要吃黑轮。外面的油都炸几次，炸 N 次才香。对啊，就是有点就是。炸了几次之后的那个味道 我不想讲了，我不要再讲这个了，痛苦。你身上很多油，我如果可以拿身上的油的话，我就自己拿自己的油啦，不需要，不用你们的，我自己身上就有了，自给自足。认命的穿衣服啊，不要，我还是今天不喝牛奶好，我就是不想出门，我就是不出门，我就是不想出门。明天回家再去买好了。其实部队的东西好不好是好不好吃是看地方的。昨天就说室友不回来了，哪有？我昨天说室友不回来是昨天室友不回来，可是今天了啊。然后今天他们要回来。他明天早上才回来，我今天又要一个人看看电影了。会让你对于这道料理有新的认识。其实我没有吃过，但是之前有啊，好像也不太一样。算了，没事，呵呵，没事没事。哇，大家现在大家都在讲哪里好吃欸，
可是普通人不能进去吃啊。哇哦，好，那今天晚上要干嘛？事情都做得差不多了，那我来编辑照片好了。我好饿哦。我好饿，天哪！好吧，你们就看着我编辑照片好了。超级不知道干嘛的。哦，可恶！欸，我用错了。欸，跑去哪了？欸，为什么变这样？哟。怎么变这样子？好像没办法开，那就算了。今天晚餐要吃什么比较好啊？吃炒饭好了。我电脑是不是坏掉了啊？它现在哦没有，没事。成功林点招，南区训练中心不错吃。大家都吃出心得了欸，偏远加难搭车，还不想当兵。八个人分两条鱼。这样男生吃得饱吗？成功你还可以一人一块肉，不错欸。明明就很远哦。什么开始傻笑？没有。什么龙泉？这是什么地方？现在听不懂，我来查一下好了。龙泉，糟糕。龙泉什么龙啊？龙泉还是龙井啊？听不懂怎么办？西屯，西屯好耳熟、哦。台中，什么是龙泉啊？为什么你哦？你住在西屯哦？报告卡利长官，宝一完全吃不饱。那我要回你什么？我自己也吃不饱，唧唧歪歪的嘛，超凶大墩路跟公益路口只能叫外卖，可以叫外卖哦？这样子是可以的吗？离老师勒全旁边全凤梨田，我好咬嘴哦，怎么办？像我看到凤梨田都觉得嘴巴开始痛了。号称龙井吐司王，
很小，史上最会吃吐司吗？屏东龙泉解散是走一个小门口，旁边就是那种偏远的乡下乡间小路，连公车都没，要搭包车，好酷哦，好酷哦！给你们看个什么好了，不然我不知道怎么办。你们想要，你们需要什么图案吗？哦，荧幕截取在哪里啊？荧幕截取的名字叫做显示器截取的意思吗？我应该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吧？哦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把你们挡住了。那我知道你们没有很想看，但是怕你们无聊，散心。啊，看一下哦，照片，这是第一张哦。那第一张很还好哎，不然这张不要放好了。这张也很还好哎，明友。嗯，这张也不要放好了。这张也不要放好了，不知道他在买什么。这张可以放一下。等一下要吃炒饭哦，那我觉得我现在要准备去煮了耶，不然会饿。可我这样子东西要拿出去外面吗？是有差吗？有耶。它的滤镜好丑哦！耶，这好酷哦！嗯，怎么没有对比啊？这边为什么雾雾的啊？哦，双三小，反正就雾雾的哦，好头疼哦。说话哦，等一下，这是广告哎，这个拔旗想害我被小啊，算了，反正今天也没有要上传。什么？又到了开台末期？你说不知道要干嘛是不是？什么东西好酷？没有啊，我说你就说我嘛，我觉得很酷是就是。就是很
很有点偏远的感觉，然后回家就到不了的感觉。你需要室友是不是？想太多。哎，对啊，12点了耶！哇，12点了，该睡觉咯，各位，要睡觉觉咯。等一下，这是卖什么啊？啊，卖苹果酒，对，好，都没有什么差别。他手好白哦。这还蛮好吃的，但是就有点贵。它的塔皮很，不是塔皮啊，就是那个它的那个饼皮很好吃，但是就是，不用特别去买那一种，只是不错吃而已。这人拍到这个人，真的是有够神奇的。这张要放吗？我觉得我另外一张拍他比较帅。这张要放吗？这好像还是放一下好了。这张怎么在这边啊？删掉好了。莫名其妙的一张照片。这张也不知道在干嘛，删掉。我之前去买这家的时候，这一台车他忘记给我肉，然后我里面我一咬发现怎么是蔬菜，然后就赶快跑回去说哦我里面没有肉诶，然后他就说啊对不起对不起，他就说我忘记帮你放肉了。就是两个大叔，然后还偷拍他们。放这张照片会不会吓坏啊？没有肉。然后那也是我发这张照片在那个就是俄国的 VK 的时候，他们的是那两个男生其中一个忘记了，他就说我认得你，你是不是那个没有帮你放肉的那一个女生？因为那一次这一次的那个就是这个活动好像就只有。我跟我朋友就是有肉的，我跟我朋友两个亚洲人。虽然有点脏脏的，不过就算了。重点是还有放音乐的人。自愿意，超强，露露是自愿意，是不是你一口吃掉了？哪有，我没有吃掉。Forest Camp 要不要放这张啊？这张有点晃哎，不要好了，有点气，我自己都没有，就是检查一下。这超可爱的，里面都是他那个热狗。这张需要放吗？不要好了，不知道在干嘛。店员记得啦，他记得，他好，他掰开放，他就他们就看了一下彼此，然后把我的汉堡，然后发生什么事了？哦对对，嗨，怎么那么快？嗨，啾，什么东西？啾，你忘记了，我不小心把他那个了盖过去了。
嗨，新朋友，你好，新年快乐。他有在这里吗？看一下，他们在这里。嗨，新朋友 Q130502，你好，新年快乐。你今天回过娘家了吗？调一下色彩好了，你随便乱调，反正没有人会看，没有人会在乎啦。哦，这张啦，我觉得我这张他就是我其实是只是想要拍，就是他的那个就是这个，然后还有他的背影跟他的后面我想要拍的，可是他刚好挡住，然后他那时候好像就是这个地方有就是有骚动，然后他就往旁边看了一下，刚好他转过来。这张还不错哎，而且只露半脸，我自己觉得啦。他侧脸比较好看，这个男的。而且那时候我很怕他发现我在，就是我在拍他的那个车子，我怕他觉得就是拍他的车子就是怎么样之类的。这张好像比较好哎，可是他有点不在正中间呢，我怎么拍的啊？有够烂的。等一下啊，他没有格子哎，好不舒服哦。他没有格子啊，有格子了。格子呢？啊，看一下哦。这样好，这样是不是好一点？看一下，我不能调，为什么不能调？我要零啊！我要归零，归零。嗯，差不多，有点歪。好像还是有点歪欸，一开始才是正的没错吧。随便啦，随便啦，随便都可以。这是最后一张照片了吧。那时候我拍的时候他们超可爱的，就是我觉得有时候你帮别人拍照，也不是帮别人拍照，就是你拍照的时候，就是本来很怕，可能因为他们看过来的时候，我很怕他们就说，不要拍，或者是不要拍到我可以吗？什么之类的。然后可他们超可爱，他们就是会比动作之类的 ，Q。哦，这是他们的 menu， 把这删掉好了，妹子。哦，然后我还跟他们要了这张贴纸，因为我很喜欢收集贴纸。结果他给了我一堆，这边一长条，然后后面还他给了我一整张，然后还给我两个就是手环。后来他们其实除了自己的车子以外，他们其实有实体店面。我去看过，但是很多人，然后都是看起来就是看起来就是很厉害的人，然后客满，然后所以那时候不敢进去，就是不敢就是进去坐，有一两个位置，但是人很多，然后就是看起来就是辣妹啊，跟就是长得很好看的男生这样子。应该 OK 吧？欸，那时候他们以为我在拍他们，我是对焦在这边，因为他们不知道，他们就毕业，超可爱的。应该最后一张了 ，OK。
这样明天就可以把它 over 掉了，爽呐！10年前了好吗？什么10年前了？聊天室断了？哪里聊天室断了？真的吗？到处都是外国人的感觉很酷吧？嗯，对啊，还蛮酷的。而且有时候，即使到现在，还是会说出“天哪，这感觉好酷啊，好像在国，我好像在国外的感觉。”然后室友就回我：“你本来就在国外好吗？”就有时候看到，就是可能在路上走，或者是就是在彼得堡，就是大街啊，或者哪里走来走去的时候，路上啊，或是餐厅，看到一些就是一些装潢，就觉得天哪，好像我好像在国外哦，好像在欧洲的感觉。然后就还蛮好笑的，又被自己笑声吓到，我真的还没办法就是习惯它，但是有慢慢习惯，我有时候还是被自己的笑声吓到，好像觉得至少也要笑好听一点吧。10年前了好吗？你讲到比动作，在某个学校的演唱会上，因为同为表演人员，所以可以进出后台，所以就跟热狗Hot Dog 拍了一张照片。他从地下时期就是唱插来插去的歌，然后我当时说拍一张比中指的吧，结果全部人都毕业，连热狗都毕业，只有你比中指，太好笑了吧，完全不理，好边缘哦，有点尴尬的感觉。这种感觉就是诶，我们来拍丑照，然后可能会不一样，就是讲那个人之后，讲那个人就是会完全反而不会拍丑照，然后会是比那种很美的姿势或什么之类，然后全部人都超丑，这会被骂。什么聊天室说你呢？说是你，什么东西？你怎么了？不要提一笔中子。要模仿我的笑声好难，结果只有你丑，其他人都超帅，鼻液然后超帅的，我后来拍照都不太常比任何的姿势了，我现在拍照都很少比液，或是比什么爱心什么，就是什么之类的，只要有手部动作，我基本上都很少拍，很少比，可能就只会就站在那边然后这样笑。差不多了吧，可以比 W 或是 E， 为什么要比 W？ 你是说比一个3吗？还是比两个 V？ 我觉得是，如果是团名的话，我觉得还 OK。可是如果自己比，就是很奇怪的一个什么动作的话，就有点尴尬。团名的第一个字母，有的很难比，有的很难比，而且有些人团名是要合在一起才会知道是什么东西，分开都不知道。好啦，差不多今天就到这边了，我开有点久了，而且刚好掌控在2个小时差不多，
下次开台就不知道什么时候，有可能是明天，也有可能是后天。嗯，或是明年。啊，谢谢大家今天就是来这儿跟我聊天，谢谢大家。而且我今天我觉得好开心哦，真的很开心，因为今天玩了 Trick and Treat， 就是把它破完，而且还是我终于又有一个完结的游戏了，而且它是一个很可爱的游戏，觉得开心。下次再看看有什么游戏可以玩好了。因为 Hip Hop 主要是美国风，有分东岸西岸不同风格，所以走哪一个风格，如果有知道的就会特别强调。哦，我懂了，懂你的意思了。我想我懂你的意思了。安安小兵，你上车了哦。客运司机辛苦了。你搭哪一种的啊？统联、国光，还是统？还有什么、啊、客运？还有什么的？这叫什么？核心吗？它叫核心吗？忘记了。JJ 晚安，李亚腾晚安，大家晚安。李亚腾别哭。核心，你搭核心哦？核心好像比较便宜耶，不过他的钱好像跟统联差不多。小兵要去台北，他们要去台北玩。嗯，再讲下去，我就会开始讲。台北什么地方我很喜欢吃东西，然后什么很常在哪里，然后是开始在回忆了。不行不行，太可怕了。好啦，那就今天先我来想一下最后一首歌要放什么，来看一下我有没有什么喜欢的卡歌。这什么切换英文，这为什么是倒叙法？不对，为什么是顺序法？好吧，偷放 Dior 的歌好了。又是这首，怕，反正也没有上传。我看一下，如果在这边编辑的话，会不会更新到？可以星期六开台，至少固定一天。可是问题就在，就是因为我，虽然固定是星期六会开，可是因为星期六要上课，然后上到2点多，然后如果我不去别的地方直接回家的话，是可以赶上开台。可是就怕可能有时候我跟室友要去哪里，不过如果有事的话，我会提早请假啦。对啊，然后这部分我也会跟室友就是讲一下这样子。对啊，就可能要看我下礼拜上课，明天上课之后看情况吧，就是什么时候下课啊。然后因为课表上面有一些课程是好像只是表定，
但是老师实际上会不会想要上，就是要看老师自己的时间，所以还是要看一下老师什么时候想上课，或是老师想要上到什么时候，就还不一定。所以因为刚开学，因为这里不像台湾，就是会一定会有一个很制式的课程表。对啊，所以还是要看一下，看怎么样，我再自己规划一下。是的，没有错。好啦，那拜拜。这首歌播完了。Я люблю Ростов, я родился в этом городе.